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斯。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 IG、FB 还有 Twitch。在影片开始之前呢，来先宣传一下大师的《天地劫》手游的社群啊。那如果大家对之后《天地劫》手游有兴趣的朋友们或是观众朋友们，那可以先扫大师的这个手游社群，大家一起来互动讨论。那我的 QR code 在画面这边，那自行扫一下。扫完之后呢，会叫你输入密码啊，这个密码是334567，是334567。那 LINE 的社群是不会有你原本的大头照的照片跟你的名称，然后你在进入社群之前呢，他会叫你选一张大头贴跟。设一个名称，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那有任何问题，就是可以在上面互相的讨论啊，其他的朋友们也会跟你互动。哈哈，那记得加入之前先打声招呼，那大师知道你是谁跟哪一位，这样子好不好？好，那我们影片开始吧。阿良，你拿定主意与我同行，是去找最后一块刻盘吗？当然要一起去了。当初不弄真的可说了，要我们两个一起去行新鬼刻盘来着。雨姐姐，你就别犹犹豫豫的啦。不是说刻盘在靠上古城吗？快走啦！好，接下来十四墓往高昌古城。风波起吗？不是，尉迟。我去追踪玄冥教，他们手中有苍城客栈的地脉图，山高水远，再会。哎，罢了，五米不多听一句，说不定跟我们一道，更容易发现大印中机呢。一直跟，我们还是快走吧。玄冥教教徒方才说白手不辞便道，幸亏我们撤得快。你看玄冥教居然知道这了，估计他们也得知最后外科盘的高昌古城。确实，雨熙，看样子我也得加紧赶路了。对了，于西，最后一块刻盘在高昌古城，是渣女在小方旁城告诉你的，还是在沙洲客栈告诉你的？在小方旁城，那会儿你和依依都……我知道了，我们快走。白手将军，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呀、啊！此恋，你怎么会在这？我在这啊，是跟着圣女来的，不想去瞧见了你，还瞧见了小九儿呢。九英，你把他怎么了？将军直呼九儿的名字，想来是交情不浅呐、啊。都不知道将军知不知道，九儿确确实实是，且仅是圣女的人呢。哦，也对，将军向来是站在最后活着的人那边，只是不知道将军以为最后的赢家是圣女还是主上呢？我对主上信赖忠信耿耿，你这奸佞，这话什么意思？你把九印怎么了？啊哈，将军这是不打自招咯，我可没把九儿怎么着，他跟着圣女呢。不过看将军这表现，看来将军也是效忠圣女的哦。呸！你这捕风捉影的小人，你身为行使行李，无需找教宗叛徒，就单单来挑拨离间，欲意为何？你当真以为主上会纵你横行无度？你以为圣女如何？是我们说的算。主上没说要对圣女如何，你敢如何？你以为呢？你什么意思？主上说的什么？这就不是将军需要知道的了。将军啊，你可小心着，我啊可是会好好盯着你们的、哦。玉池哥，你此前为什么问雨姐姐何时得知刻盘的下落？那天在小方盘城，张灵化中并未提要做一块刻盘在高昌古城，这个不妨碍我们找刻盘啊。
我知道。那你此刻干嘛要特地提此事，还郁郁闷闷不乐的？我只是奇怪，顺口一提罢了。你别和你于姐姐说，她心思重，知道了又要东想西想了。知道了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知道保守秘密啦。小不点，你有没有发现玄冥教的人说白手会增援他们，但后来白手也没出现。那是我们跑得快啊，你要是在那边等，肯定能把人带来的。我给他干嘛？我莫不是疯了我？我就是觉得每次撞见玄冥教的人说谁快来的，结果都没来，后头准备好事，不如正面相遇打上一场。这回合我又觉得后脖子发毛了。哎，白脑可以看，脑壳就白花花的，什么都没有。你以为他能暗中部署？但我不是觉得他能做什么，只是你还记得我们很久之前怀疑过，觉得玄冥教的组织其实有两。记得啊，他们那两个组织道和一，那个长老和，反正啊，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两组织相互使绊子呢，倒叫我们便宜行事的。但我现在我们不清楚究竟哪个组织更好对付，白手是听命谁也不好说，接下来就没办法推测最来的是谁了。风波起，不是，救命啊！谁能救救我们啊？我们被围困啊，有没有人啊？别嚷嚷了，不是刚刚把那些怪物杀完吗？应该不会再出现的吧？你看吧，我就说杀不完，又要来的，不求救怎么办？人家好害怕、哦，救命啊！村呐、啊，小姑奶奶，求你了，别哭了，我头都要炸开了。西哥，你这个时候还凶我？哎，他是男的女的？啊，那个是那个英英，这位姑娘在这，难道说英公子也在附近呢？但是我没瞧见呢、啊。看起来是女的，都是女的。喂，你们那是干嘛？快帮忙了！这不是已经来的吗？好，你们都看见那些法阵了吗？只有占据那几个法阵，才那些妖魔鬼怪不被传送过来。你们快将这些法阵占据！哦，多谢各位帮忙。不客气，这两位姑娘平安无事，那我们就先走一步了。这位少侠别走，少侠我认得你们，你们之前和还有英哥哥同行一段时日，你们别走啊，快告诉春兰英哥哥在哪。没。诶，诸位，你们认识那天玄门的鹦鹉血？这个，敢问这位姑娘是？我是四象门的西哥，几位如何称呼？我等不过无名小卒，不足提起。我听过四象门掌门之女名唤西哥，又素闻四象门与天玄门交好，姑娘寻天玄门之人，怎么来问我们三人呢？这样啊，那你们若是此后再遇见天玄门那心硬的家伙，可得替春兰姑娘揍他一顿。哎，姑娘，此话怎讲？是怎么回事？还能是什么事？不过是痴心女儿负心男呗。春兰姑娘不远千里来寻他，他呢倒是见了就跑。奴家命好苦。这西哥姑娘，只是又与你有何干系？我就见不得这登徒浪子这般辜负女儿家。我本是为了这些事出山门来，不想这半途却遇见春兰姑娘，听闻她的一些遭遇，就一路帮她寻人来的。春兰姑娘是吧？是呢，公子唤春兰何事？我们要是再遇见殷公子，定会咳咳揍他一顿，给姑娘出气。那我们就先走了。好哦。春兰，一时哥，你有没有觉得春兰出现在这特奇怪？我就在想这事。他一个姑娘家，千里迢迢就来这，倒是用情至深。就连错了啦，我只是在怀疑那只鹰是不是也过来了。他要是和我们同道而行也就罢，多多少少总遇见，但他又总说
出现一回，一回又消失，这事情不奇怪吗？你这么一说，倒是有点，说不得他这事还有春兰的事，人因病一块想。病什么一块？病在一起埋土里吗？别这么酸啊，我问你，你还记得我们头一回遇见春兰和英雄那回吗？那回英雄躲着春兰，春兰和退休门的一块找他，我玩笑说了句，英雄变成了脸，说是天玄门什么内务，叫我少打听为妙。那回我是没注意，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问春兰的时候，他就像刻意回避谈起为何和天玄门的人一同找英雄。春兰看着不过风尘女子，如何就能和天玄门一起寻天玄门少主？没听说过这话吗？名门正派名可贵，遇见美人全作废。叶老贼此前曾提起四象门，羽西，四象门与将灭门之仇是不是有什么关联？便是有关，我又能如何？人上叶老贼已实属侥幸，这个我行影单影只不过一人，行单影只不过一人。但看那四象门名门正派，历史悠久，即使南迁，也不是我一己之言能动的。即使叶老贼之言不假，我家仇论能当真千年甚广。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到大仇得报的那一天。羽西，我会帮你的。不用的，阿良。羽西，哎，罢了，早点休息吧。好，那我便开始探原地脉了。没，怎么还能凭空生出石来？先且造福，去造福于他。多谢，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行那秘法了。怎么了？我方才使用咒法所现的异样，似是有人因为动了这附近的法阵。在下这几位还有要事，可我功法不精，为了探出那些乱象法阵之人所图为何，所以还想请各位相助。御史良无言。四象门之欲，无事退散。你敢放肆？没，你跑得好快。他们正破坏此术法阵，问他们得逞，此处地局必受影响。什么天局地局？受死！玉池哥，且先招呼他。几位，切莫让他们靠近法阵为要。喂，你们怎么那么鲁莽？抱歉，我方才见他们损害法阵，所以一时奋起，是在下鲁莽了。他们侵蚀法阵，你为何如此大反应？这法阵与周遭环境相依，我担心会涉及周围百姓。他怎么说话利索了？哦，诸位，这都想走了吗？四象门的人，你们要做什么？我其实也是四象门门中人，但和你们刚才应付那些蠢货可不是一路的。我乃四象门少阴宗阴妻。什么少阴少阳的？我们还有事，你要是不打算拦着我们，就快让开。拦是没打算拦，只是想交个朋友，顺带奉献几句。几位最好与那少阳中人的距离才好，不然可是会被他们连络带鬼吞掉。以几位的敏锐，虽然也是能察觉出那少阳的异样吧。多谢阁下相告，在下还有要事，若是没有特别的事情，便就此告退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还会再见的。尉迟哥察觉了什么？便是这阴气不出现在这，我也觉得有些奇怪。这世上怎么好歹是中原正派，中原门派，英雄的旧友仙女侠现身于此，或是为了寻找英雄。可这些弟子为何盘踞于此地，甚至引起一番异象？看来我们倒是应该吸纳这
殷切的意见与这四象门保持些距离。毕竟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事还是找到于西，若是被他们其他事情缠住手脚，可就麻烦了。好，哎呀，你们帮了四象门殷切一把，竟然还联手反应，触发了新的三合之委托，还就是四象门的。他们帮圣下你帮忙，说是什么有他们老朋友天玄门的人在四下门密库外鬼鬼祟祟，不知打算做什么。看起来能从那鬼鬼祟祟的天玄门那边得到些什么消息，说不定能知道他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哦。诸位，好久不见。也没那么久。怎么这么身份？虽说我是他来求办事，但也是给你们蹭礼的。何来蹭礼一说？四象门有少阴少阳两宗，但如今少阳少阴已然各行其事，少阳与那天玄门勾勾搭搭，不知道做些什么事。若是诸位能帮扶于我，我查探清了，你们不也知的吗？少阳的少主席哥是我旧有阴无血之友，我为何要知道他们的动向呢？那个进的装傻便没意思，我已探寻了许久，你可不是看起来那么憨厚，莫说是席哥与少阳，便是阴无邪，你也想知道他们在行何事吧？这我少阴宗在那灵脉观渊中行完所行之事，我知道的事情就更多了，那你也不会少，不是吗？何时动身？莫急，时候到了，你自会知道。我讨厌讨哦，理由。没，这地方为何如此多的幻象？当年一夜之间，罗兰王城消失，随后异象迭生，此间幻象如此逼真，那我们应当离幻城不远了。哎，这是黎幽啊，是美人儿，是不是这挡路的石怪对你意图不轨？别怕，依依就来救你。快停下，前面是流沙，千万别踩进去。名阵是，若只是区区石块，但是奈何不了我。只是此处的名阵令流沙水不知名的力量不断增多，如此一来，人送入的其中，便还能再离开。我也正因此被困在这。不过幸好遇见了你们。嗯，幸好。是这样的，你们看那边，我猜这名阵的关键应该做这些阵法，或许踩住激活阵法阵，才能找到突破名阵的办法。我和同行朋友走散了，不过你们来了，我们一起行动，想必能从此处顺利脱身。既然这样，那我们便先一同想法子离开。至于别的啊，没事，也没别的事，我们还是先配合运用这些法阵离开此处再说吧。得先解决周围的石怪，才能确保激活法阵时不会腹背受敌。事不过三，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希望咯。这应该是迷阵出口的标记了，我们走吧。总算是出来了，多谢诸位了。你们是为了什么奇谈怪事来这，打算进入高山古城吗？啊，是什么样的奇谈怪事啊？诶，你们这不知道吗？坊间今天都在传说各朝体在寻地脉，据说是何氏出了本《转人肉二》，里面记载了一种奇诡之物，能利用地脉之力逆转光阴，借此变得号令神魔。说那技巧很可能就在此处。我有心来探个究竟，在途中遇到两位侠客，他们存了寻的心思，我便与那位两位结伴，不想却为这个怪异的地象所困。那会月末是四个时辰之前，还是夜里，又起了风沙，我们便走散了。但愿那两位少侠平安无事。这样啊，那你又姑娘，眼下打算如何？我都已经走到这了，自然是去高山古城看看，说不得还能找到之前与我同行那两位侠客呢。你们又有何打算？我们正好又有事去高山，就和姑娘同行吧。幽华幻化键盘的人发现一件鬼事，古阳关城重现，更有甚者，
那城池内甚至有久远的光影，这点可不是你的楼兰古城能比的。楼兰古城非此界之物。你的目的已经达成了吧？既有那祭体李顺的实力，山河道木高窟，现在楼兰地下布线已经顺着地脉流转回原点了。现在你还不让我杀他？我再与你说一次，地界动荡和玉池梁这个石人的祭体无关，即便你杀了他，也改变不了什么。他逆转一条地脉，环泉之中便升起一处被规律湮灭的城池。那承载地界之物不在，地界又要怎么办？地界一直沉于崩塌。若你不信我，我也无需吐费口舌。幽皇，别忘了，我们只是合作关系。你找你想要的答案，也休想管我如何行事。李顺的地脉带回的竟不只是楼兰，竟然还有早该消失的城。城内的光影是记忆吗？我早该料到这点的，但为什么偏偏就没想到呢？我到底忘记了什么？哦，原来赤电是合作关系哦，所以赤电是地界的人哦。哦哦，我顶不到。怎么起雾了？小心点，节目箱有动静，不知道什么地方。金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这些人估计也是来打听高山古城的。真是的，像一群闻着腐尸突兀一样，不过是一点风声就通跑来了。没，但是我们也来了，美人儿。那我们也是，反正与他们这些人不同，至少我们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哈，名利到底是什么？不过是自个定义的。阿良，你又从哪里听到这些奇奇怪怪的论调？只能说尉迟公子的想法倒不同于俗人。你倒是头一个这么说的人，旁人多半会觉得我想法离经叛道吧。一别经年，小兄弟，咱们倒真是许久未见的呢。有道是有缘千里相会，咱们可不也是这般？这回不妨把你们的性命乖乖奉上，全做是做见面礼，如何？营帐内说不定还有埋伏，我们得小心应对。玉姐姐，他们说不定还有人手不在营地呢，而是他出去探查了。咱们还是快快离开这，别到时候被他们包饺子了。九阴大人，那你们找那个有佛手的地方，你们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这个，我等就是遵你的命令行事，来找查找这个异动的地脉。你不是交代的要留心发生异界乱象之地吗？我是要你留心，像是十里山河道木高窟之位，其真正的作用是扭曲地脉。高山城内也有异界乱象，这才来查。历史中也有记载，当初天外之境落在高山内。这回高山内的事情与地脉乱象无关系，这是个错误的方向，不要进入高山古城内。高山古城啊，想来其实是他最放不开的地方吧。请魔将助我报杀父之仇。起开。求魔将帮我报仇。赶紧滚开。魔将让我助我报仇，我这条命从今起就叫魔将任凭驱使。不管是人是妖，甚至是我们罗侯眷主，都会有一些过不去的事。像你别人杀了你的师父，害了被抢老婆，再或者杀了不该杀的人，事儿到你头上，你便觉得一辈子都过不去，满脑子都是复仇悔恨痛苦，可这样屁用都没有。你总归是可以往前看，就算你不想看也得看，要不活着干嘛呢？总得有事成为你的盼头。是个人哪都想得了断前程，但一旦有了前世，往后路就没得走。你师父和你说的那些话八成就是这个意思，不然你怎么想着你以为自己能干嘛？
报仇？呸！就你，废物点心，谁会用你？我可以给你学名叫做狗，浣花剑派本也只是师父收养来的孤儿，了无牵挂，我们都可以当你的狗。哼！白手不缺你这样的走狗，要你们没半点用。我玄冥教不收会寻仇的人，你们被翁医院蒙了眼睛，滚吧！李姑娘为何会来这里？我还记得此前的月牙泉边，姑娘提起等待接回父亲，随后又不劳而别。没想到今天却在茫茫大漠里再会，倒是真是巧了。有一道是缘聚由天。我也未现在要想到又会在这遇见你们，那不知那夜月牙泉边姑娘是如何脱身的？得幸遇见父亲故友，只是父亲故友告诉我们迫切之事，寻我来寻，便是与此前与我们分出的转轮漏厄，这才有此番与诸位在此相遇。原来如此，既然这样的话，那你父亲你不等了吗？我父亲故友告知我，转轮漏厄便有父亲远行有关。那祖上队来往西域，便是为此。此番又因这个消息耽搁，一时半会怕也回不来。我想着，既然这般，不如我也来寻索一番，或能在半途与我父相遇，说不定。中途又遇见两位前来探查的少侠，便同道而行。尉迟公子，可还有要事要问？能有什么事？这正是闲来无事才与姑娘攀谈。苍茫大漠，得遇故人，道生乃幸事。阿良，我有话问你。嗯，怎么了，于西？要么不与我说话，突然开了口，又正般郑重其事，莫与我插科打诨。我问你，你是怎么想的？什么怎么想的？我们在寻物，你为何让离幼姑娘与我们同行？哎，我们这不是还未到高山古城吗？何况这茫茫大漠，危机重重，把离幼一个人留在这多危险，多个人也好，多个照应，不是吗？此前因公子通行也罢，他到底是天玄门的人，但这个离忧，于西，因公子与我们通行的事情可不是我相邀的，还不是你最早喊他带路他能连上来吗？那也是请他将他带路，你这帮搭上离忧又为了什么？不为什么，都惹人热闹。这个离忧，美男儿，咱们今夜不说话吧。好、哦，小侠客有何事？就是想问问你，你此前提起的转轮漏厄是何出处啊？传闻早年墨举所著之书，不过说来倒有点意思。漏厄乃酒器，后指国之利外溢，如此一说，倒像是某种治国之书。那为何又牵连地脉，号令神魔之说？国之兴衰，不总与龙脉天时相应。墨举之源，可非造物，也是诸子百家中的一脉。稷下学宫可有论卷一说，可见其始其言造物，那所造也未必是可治国之物。那地脉呢？地脉又能做什么？地脉想必如水车之流，显然可是运转之器械，又或者能运转法阵吧。墨举之术家乡那些什么，难道是靠地脉？那不对啊，若是这样的话，家乡动脉岂不是关闭那些物舍就能解决了吗？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想他？先生此刻在想什么？哎呦，好，之前的四象门知县，四象门的少阳宗的弟子，我乃四象门少阴宗阴山，来此处理宗内事务，却被大量妖魔阻塞此地。在荒野之间出现妖魔，绝非常理，我料必是有人设计，想阻与我于此。还望诸位可快助我离开，不然我担心那本应为因与我相见之人，或为黄尘师所害，死于非命。黄尘师，好，我且助你。又出现了黑衣人，我等此番赶去救人，今日之恩，乐后相报。这莫不是之前那苍城客栈掌柜所说的，是向黄尘之名？可去一趟究竟。苍城客栈曾一年乡镇乱象民政之外，是向皇城之命。哎呀，这是要干嘛？我就是做买卖，
各位大爷对周家小老儿怎么？魏守清，你以为改头换面装成商贾，钱债都一笔勾销了？你身为平江府将汤墨赠款荼毒百姓，今日便受死于此。原来是皇城市的人，行事果然还是这般，想着灭口还要举出个大义的名号。可惜魏某今日不会亡于此地，且去看一看你们的身后。嗯，四象门的阴山，原来皇城是一品大人，果然要杀人灭口的就是你。哼，阴山，皇城是你们四象门，不管是当年还是当前，可都是互惠互利。你这是什么意思？少废话，五年前四象门三门之变，少不了你们这些阴犬的手笔。魏寿星刚传信告诉我，你们就来，还提什么平江府将汤墨之事，都不过是借口。什么情况？跟来的真不是时候。小女侠来的正好，这些阴犬正要杀人灭口。侠士且慢，我看几位并非与四象门的从古一路，受了欺蒙，被哄骗至此，这般不如由我等一同诛杀此贼如何？小侠女，魏寿星一直在探究我四象门五前三门之变，竟然得些内幕，一时就被他们咬上，得留下此人性命，方能当年。是非真相，请少侠助我一臂之力。这个是在说于西的那件事吗？好一个阴谋算计，魏守清，你长袖善舞，躲过朝廷的清算，但今日定躲不了平江四万饥民的惶恐。行酒，借平江府将魏守清家产以其之无为君早现。以义军潜入吉言，诸位诺真为侠士，便诸位为等早面皆人。要是府将真的贪墨财货，侵害黎民，但是要除之后快。但是厦门往事也是真的，兴许那些真是皇城市来灭口的探子。这个不用选的吧？很明显要选谁，大家都知道吧？当选右边呢、啊？云裟，我来帮你妹。很敢阻挡府君行事，哦，这么保护他吗 ？OK。看守游道，没想到这些洋砖还有些本事。这些人为什么要杀你？他们一些棋子罢了。我知道了些不知道、不该知道的事情，所以朝中有人要我的命。他也听到他之前的话了。看来除了这明刀明枪，这些人怕是还有些别的法子来要我的命。哦，又是食物。哦，又是你。这里鬼屋老了，怕是有人将魔杖、执念、淫料之处的佛手带了出来，当作某种阵法的阵眼，这才造成这些淫料的鬼物，吸引了这些魔物。请护送我到佛手处一探究竟。这处是有高人利用上古法阵布阵，将佛手掩蔽了起来，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布的暗棋。看那些死鬼是在反锁些什么？阵法讲究九死一生，通常会留下一些几处生门，说不定这些死鬼反锁的地方，就是这阵法的生门。若真是如此，占据那些位置，兴许能破除阵法隐蔽，献出佛手。哦，这下精通术法，但是武艺确实一般。此刻佛手未现，不如在下压阵，有机会去探探那些生门吧。三个，你倒是落得清闲啊！古差事都交给我们做，气通玄虚，脉络纵横，这果然是阵法生门。然后嘞，嚯！哎，佛手找到了！哦，我就知道，没还有尸鬼。看来这佛手竟真的是此阵的阵眼。诸位，且助我到佛手那去，让我终结此阵。
临时新事实，意识百骸群，行无误其行，必居失其正，破。凭什么失去魂魄躯壳就是被恐惧的人？人类真有意思，即使是至亲之人，一旦离世，就只能被恐惧厌恶之物。你到底是谁？我是阿良，你怎么了？没事。这里的地脉已经转到流转，有其他的灵力经由佛手转变，盘踞其中，代替了地脉。会是些什么呢？地脉已经转到那科盘的古城内，那科盘真的会在古城内？什么人？好一场漂亮的战斗啊！只是附着在人怨之物所产生的，竟然还是尸鬼，倒真叫我好奇呢。别跑！那人出现多半没好事，现在情况不明，我们还是别追出去的好。罢了，反正来日方长。你看，造尸鬼的配方里其实也离不开造人之物，但人看来却觉其实邪物，就连一贯平衡人与妖兽的降魔师都认为其实不容于世的生灵啊。但九阴并不是这样的怪物啊，只是来问你九阴如何才能有情绪。九阴想成为那样的人偶，不像是现在这般。我喊你来看这个，就是想来告诉你，创造灵之物与创造这些尸鬼之物其实并无分别。但尸鬼就是尸鬼，人偶就是人偶，人啊，也就是人。但你一直要行创命之术，就不能将九阴变成？这，兴许某天能成功吧。还得看这回这时经的千年再度回归幽城的地脉节点能带来什么样其他的东西的。你为何突然想变成人类呢？情感对你而言真的重要吗？这样的你真的不就不能算作生命吗？九阴想被别人也认作是生命啊，这样或许九阴就能是不同的吧。我说于此哥，你能不和于姐姐吵架吗？我没有想和她吵啊。我看于此哥你带着美人同行，于姐姐不痛快了。若她真是为了这个，我倒乐意听她发脾气。别低估你的于姐姐，她不是这种女儿家，我总觉得她距离我越来越远了。怎么会呢？依依觉得于姐姐一直这样啊。于此哥，你为什么这么说？感觉吧，不过兴许是我太过自私。总一直觉得想再见他那般眉眼弯弯的笑，但自从离开了石轮宫，他就再也没有那样笑过了。我有时候怀疑，或是我自己的记忆出了错。总之，那个原本的于西越来越模糊，我甚至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那样笑过，或者那只是我的幻觉。很多时候，我都想说，于西，放下这些吧，放下这一切事情，上一辈的人的仇怨也好，天下苍生也好。谁真的能背负得了这些呢？但我也知道，我说不过他，我从来都说不过他。我能做的事情，就只是陪着他，看着他，就这么着就好。他要去做的事，带上我就好。但从未想到有那一天，他会说，这事情与你无关。于此哥，龙枕不愿他人因自己卷入是非风波里，于姐姐应该是这么想的。所以才说同生共死实为难事，只因我愿意为你赴死，却不想你为我而死。小不点啊，怎么说这些不好玩的事情啊，不说了不说了。对了，你到底为什么要带上美人一道走啊？也算带路不行吗？他自己找钱可说了，自己是高山来的，你忘了这事吗？哎，于此哥你怎么想的？你猜到我的意思了，我看现在情况不明，要是理由真是，那我们也不是他的对手，不如先一道同行，说不定他很有用。
你还记得很久之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记得，怎么了吗？因为隐约那天起，记得你有提起自己的来处。是啊，我说来自高山古城，怎么了吗？但你看，高山古城早已荒废了。那时只是顺口一提，没想到会在这里附近遇见你们一行。为何欺瞒我们？欺瞒？我那会出狱罢了，怎么可能告诉你真实的来处？在外行走，你会直接告诉他人你来自何处吗？那你究竟来自何处？问这个有什么意义？那个与我们同道而行的小侠客也没见你们问啊。再说了，你们可真知道他的来历？反正眼下我们都不是敌人，你知道这便是了。